Hello，朋友们，我又回来了，我是珊珊，你们好。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共享单车。共享单车，你们听过共享单车吗？看，这就是共享单车。在我的城市，有很多地方的马路边都能够看到共享单车。一般有两种颜色，一种是蓝色的，另外一种是黄色，黄色的。它们是不同的公司提供的共享单车，共享单车。当你需要使用共享单车的话，你就拿出手机，然后打开这两个 app 的一个，这一个或者这一个，去扫码。比如我的手机，扫，滴，就可以啦。就可以打开这个车锁，开始使用共享单车啦。记得是用这个手机里面打开这个 app 或者这一个 app， 扫码就可以打开啦。共享单车一般是电动的，电动。看这里有电池。电池，对，车是用电的。除了电池，还可以踩，还可以脚踏。比如，如果你不想用电动这样，然后你就可以踩脚踏车，这样更加环保，也可以锻炼。看，这是电池的。也可以用脚踩脚踏的。共享单车现在一般是使用时间来计费。时间计费。对。比如说刚开始有一个起步价。起步价之后每十分钟就要计一次价格。所以它是以时间来计算价格的。好，当我们使用完了共享单车，我们就要把它归还到一个指定的区域，比如这里是可以停共享单车的。看，这个区域停共享单车，所以我们要把车停到这里去。共享单车停到这里。然后再拿出我们的手机，付费，滴 ，OK， 就锁上了。钱也付好了，那么这就是骑共享单车的过程。一般来说，共享单车比较常出现在学校或者是办公楼附近。学校，学生，学校，读书的地方，读书的地方。学校，还有办公楼，办公，对，办公楼附近，因为这些附近一般会有地铁站，还记得地铁站吗？对，这就是地铁站。地铁站。
地铁 Vroom 噔噔噔噔，某某站到了，请下车。地铁站，看，地铁站，因为从地铁站到学校或者是办公楼有一段距离，对，这里到这里，所以骑共享单车就很方便，特别是在早上要迟到了，跑得很快，就需要赶时间的时候，就可以骑共享单车。看，共享单车，共享单车，价格不贵，不贵，也很方便，所以还很环保，环保，所以很推荐大家有机会可以试一试哦。共享单车。好，今天就是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。共享单车。好了，我们下一次再见吧。拜拜。